谁要坐我旁边啊？萧翔十七日出席电影活动，还没开始宣传，就先把这票小鲜肉们聊得不要不要的。你们谁想要坐在强姐旁边？踊跃一点。啊，我先。哦哦哦！每一个年龄阶段都那么的帅，然后还肥厌瘦。喂，是在选妃吗？不过几位大男孩聚在一起，尺度也越走越偏啦。对，你会不会有比身材这个？有没有？其实当下真的是没有想那么多啦，是因为那个真的就是只有很简单的一个丝袜包住重要部位，然后就直接上去开演。那其实那个过程很长，然后导演要求镜头，所以其实，在寒风下，我们大家在那个澡堂里是蛮冷的。那你说真的比大小，因为真的很冷，冷的情况下也不能。比小啊，只能说萧翔姐姐真的是很敢开玩笑哎。天看娱乐台湾报道。